爱种花的朋友看过来啊。首先，像这种大法师，给大家看一个更好看的大法师，好像是叫大法师。C，大吧，这个大法师够大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大法师啊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法师开花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突然觉得好惊奇，大法师，这里，看这个花。大法师的花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汉金莲，这个小区也挺漂亮的。好了。